天下最有型的剑法，唤作万丈剑经。天下最强大、最神秘的地方，是为弃剑山庄。天下最风流的剑客，名曰沈三公子。而这位沈三公子沈振一，正是弃剑山庄的少主，是第一个敢背对我的人。莫宗，你终究还是来了。要上。一直以来，世上唯有沈三公子站在神剑之巅，只不过赤日崖一战，神也被迫沦为了凡人。再无出头之日了吗？